卢比称在吴磊北京时间今晚七点，西班牙人将在客场挑战比利亚。雷亚尔、吴磊入选大名单，有望上演西甲首秀。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西班牙人主帅卢比表示，吴磊有机会出战明天的比赛。卢比在谈到球队新援吴磊和费雷拉时表示，吴磊非常灵活，他的机动性很强，而且他可以胜任攻击线上的四个位置，他很容易就能取得进球。而费雷拉之前就曾证明过自己，他能够为队友制造机会，也能像中锋一样拿球，他能帮助博尔哈分担进攻火力，他们两人的水平都很高。我们可以期待他们的表现，不过球队依然需要时间去和他们进行磨合。当被问及吴磊在加盟之后的情况时，卢比表示，俱乐部已经给他指派了一名翻译，每次训练前我们都会和他的翻译见面，跟他解释今天的训练要点，并且让吴磊去学习一些关键词汇。吴磊非常好学，当然，我们更期待吴磊在球场上帮助我们。林登。